那真正的熊大到底在哪里？我要去找到熊大。哎，嘟嘟，等等我！吓死我，我还以为家里又要多一份伙食费了。
为那名为梦想的另一端而努力。这同时也意味着，很有可能今天就是我们大家最后一次见面了。不过我们还有今天啊，我们还有今天。如果你还有什么发自内心真诚的话语，或是说不出口的感激，想跟你旁边的人表达，你就毫不保留的全部传达给他吧。谢谢大家，也谢谢最美好的缘分，感谢我们这个美好的相遇，谢谢所有老师和同学，祝福大家都很好。最后，祝福全体毕业生天天开心，身体健康，谢谢。既然来了，那就别那么急着走嘛。来到我们大富翁的世界，那就麻烦照着我们的规矩走。来，这边有机会命运卡，请你抽一张。好，我抽命运，我抽命运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命运卡的内容是什么吧。Let's start。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有谁懂这是什么东西吗？有谁知道吗？我对英文不是很在行啊。跟我一起想想好不好？那我们一起想一想 ，Let's start 到底是什么吧。目前我实在是想不出来啊。陪我们两个进去慢慢研究一下。